对啊，拄则我形容伊，佫袂记你个名了。我叫珊珊。珊珊吼，因为我拄则咱看个呢，蛮紧啊，泰国个安尼较好记啦。我拄则伫咧遮看你个侧面，我则要甲你问俩。我讲你是混哪里的？没有混，没有混哦。但是有人跟你讲，你非常像泰国人，对不对？我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都想马上给你懵嘞，真的你的脸型真的非常像、那個、像泰国人。你真正无像台湾人。我等来问我妈妈看麦啊。哎，阿无重点，妈妈是倒位的啦。台南人。啊，爸妈妈是台南人，啊爸爸嘞？台南人。啊，拢白白拢混台南的。啊，不过结果生出来变泰国人。那安尼吼。啊，我跟你讲。我问我妈妈看麦啊。我。恁爸爸拢甲真啊，拢还阁毋捌怀疑恁母啊遐，无咧，拢毋捌怀疑过，你排第几个？我老大。安尼老大可能有较无可能啦，因为迄时阵拄啊感情同甲面子当中，绝对无可能出错的。哎，啊，你若今仔排第三个，还是第二个，排我这样排讲啊哦，迄时阵就爱去验迄个 DNA 啊哦。地址啊，回看麦啊。啊，重点你生什么人啊？你较生爸爸啊，生妈妈？生爸爸。啊，生爸爸哦。我安尼爸爸一定足缘投的。伊的目睭嘛足深邃。对啊，你的目睭就是足深邃的啊，所以互你感觉真正你若。我唔是讲你人妖哦，我习惯啦。但是我咧讲，你若真正今日像我这个打扮啊，我这个打扮啊，华丽哦。人妖他们头上，他们在表演时头上的皇冠都闪亮亮。你今日若像我安尼时阵，人家真的会以为你真的是人妖。不要讲话就好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拍摄我是正正刚刚的台南查埔囡啊，我是我们真的是女人哦，哎，刚刚听声音就知影，还真正，迄个真的，真的假？你开足侪钱啊？啊，我唔够我咧讲，你若开足侪钱，你重点开无着，都会积累存在。等下你看麦啊，啊，等下我我衫真大呢啊！啊，拍摄，我衣，没，我袂记一俩，哦，迄工真正，哇，咱落台客人客安尼。哦，迄天摄到强要甜起来吼，拢灌出来，我拢灌出来，哦，真正，啊，我袂记一个，真正向我袂记一个，伊真正还是今仔，今仔衫，哎，你今仔衫 size 较大呢，足大，今仔毋是你个吼，嘿啊，毋是，别人个哦，嘿啊，别人个，我，哈哈哈，我是别人个，哎，啊，我嘛。真适合你穿啦，但是你穿起来很可爱，蛮可爱啊！对啦，你这应该搁去叫，搁叫娃娃边啊这边哦，你要给你掐者，啊这边来给你掐者，修饰一下，穿起来比较有那个身形啦，安尼看起来会较水。今天我嘛做少穿啦，做少穿的哦。哎呀，啊，无你今仔是做歌手，做钢管。钢管。啊，不过呢。即，我咧讲钢管就爱穿像你迄天安尼个。我今仔嘛穿无同款嘞。啊，就啊对啦，算我咧讲，我呐算迄个换所在，啊衫嘛爱换新换新啦。我拢有买新衫。对，啊本来就是爱安尼。我咧讲，你当每次遇到我都是穿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造型。造型好，我再来努力一下。啊，无你刚看到我刚是安尼个。不是。哎，我刚是甲头上绑了。系啊。无啊，因为最近吼，这两天啊吼，外面风较透。啊，我若绑了像你安尼吼，虽然是长发飘逸，啊，不过若真正，佫较透就变变，敢那小查某咧，咱讲实在，安尼就飞来飞去，安尼真正足费气的，咱讲实在吼。来，我们的珊珊小姐来自我们的台南吼。来，最近我们漫君里面的小姐很多是来自那个台南以及我们的屏东的。我住高雄啊。啊，你住高雄哦，你是台南现在住高雄。哦，现在住高雄哦，差不多啦。啊，你现在跑场都是这样来回吗？来回啊。我来来回回。来来回回啊，这边无朋友，所在通个大闹。你讲啊，一站啊拄啊有场吼。我透早搁有做工课。啊，透早搁有咧做工课。做欠钱的。我甲你讲，你是安那请贷款厝啊，贷款哟，啊，搁六月啊钱。哦，真的，我你讲出来。啊，我讲出来，啊，真正是安尼哦。我记啦，啊，是啊，重点你要住豪宅啊，啊要西边住的啊，啊重点就是安尼钱爱开较济啊，所以啊辛苦拍拼啊，拍拼。我感觉最近阮内底边，我看阮这些小姐吼，迄车逐个拢换足好诶。无，你无晓？我无。哦，最近迄个，我足轻巧。啊，迄个咱另外一边迄个山遐吼，内底几样小姐，逐个拢逐台拢塞变路诶。我无。哦，搁不输。啊，因那逐个拢换变路，搁不输，我感觉讲足即个外场，敢那真正足好赚诶安尼。无呢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因真正钢管秀真正袂歹，像昨下我带因落去迄一场，我来讲啊。
恁一场安尼较1000-1500块吼，啊，我你讲应该呢，昨下我娶落，每一个人上无拢赚6000-7000。那也好哈。真正昨下真正迄，那无娶我去，迄个啊都无共线路的啊，对不对？大家落去拢见面拢签票的。那也好。哦，啊，甲你讲哦，因个唔通安怎哦，甲你讲，无爱无爱，安尼安尼就好，握个手就讲好啊好啊。哎，像咱迄间嘛是袂歹啊，迄间我也毛当着袂歹的人客啊。其实外场有很多吼，很多我们的客人也都是非常疼惜我们小姐的啦。哎，阿妈是有当着较粗鲁的啦。我够跋倒过。啊，你够跋倒过吼？啊，够有无？迄椅啊，就迄坐，坐甲跋倒。坐甲跋倒安尼啊。坐甲伊淹倒。哎，伊淹倒去吼。啊，够有迄无？哎，咱的椅啊是话也较软细，啊，有时啊人较。你若迄个坐咧，啊，为啊重量若较迄个话，都会向后，要引倒去吼。所以咱若咧真正咧安排这步道的时阵，你较内面啊较小心一下，咱讲实在吼，较温柔诶，啊较温柔，啊人客嘛啊对阮小姐较温柔诶哦，啊但是阮小姐该做诶动作该付出诶，阮拢会付出，阮拢做认真诶，因为阮重点阮来个遮吼，大家拢有发现金，看到迄个五个囡仔面子上，小姐一定较拍拼诶，重点就是安尼，咱讲实在吼。来，感谢你哈！来，继续再带来好听的歌曲。太阳一样，谢谢。来安排一首我们早期刘文正的歌曲，好来，太阳一样，谢谢。重点可话，我若真会讲吼，拄则我有甲你。